被刷屏了一整年的烤牛奶终于还是给他做了。快让你的男朋友做好笔记，没有男朋友的也要自己动手哦。需要的食材真的很简单，我都打在屏幕上了。最关键的一定要用小火，倒进模具里，放进冰箱冷藏三小时。脱模的时候可以先用刀子敲一下边边，刷上鸡蛋液放进烤箱，180度25分钟，表面有层 Q 弹的奶皮，里面嫩滑奶香浓郁，快做给你爱的人吃吧。